15日，针对李亚鹏挖走李子柒团队的传闻，李亚鹏在个人社交平台回应称，并没有啊。据悉，李亚鹏最近开设视频账号，拍摄视频品茶、做饭、晒农家生活，画面和李子柒较为相似，因此不少网友质疑李亚鹏挖走了李子柒的团队。此前，李子柒助理曾否认团队被挖传闻。